技术为驱动，让投资更简单。作为一家领先的数字化金融科技公司，富途希望通过富途牛牛这个全数字化的券商平台来变革客户的投资体验。在腾讯近十年的互联网行业工作经历，让我会习惯性的关注产品体验和用户痛点，所以当我早期以个人投资者的身份接触到证券交易，尤其是港股交易的时候，会发现无论是开户、资金进出还是交易等环节，几乎都存在很多体验上的问题。粗糙的界面设计、繁琐的操作体验、高昂的交易成本、漫不经心的客户服务，即便是过了好些年，也依旧没有什么让人满意的创新和进步。这些真的没有办法去改变吗？在我看来，至少体验和性能是可以让我做些事情的，而这也正是我所擅长的。一本叫《颠覆者》的书也给了我更多的启发，我于是创立了富途，希望去改变这个行业。为了重塑客户的投资体验，我们将互联网行业的产品技术和经营理念带入到证券经纪行业，并希望由此带来更好的改变。我们自研的第一套港股交易系统是2011年在一个小办公室里加班开发出来的，开发完成后还要多次去香港的机房进行部署。当时为了省钱，每次都是跟利府用小推车拖着我们的服务器从深圳湾海关过关去香港。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次台风天，怕耽误进度，我们也去了香港机房。从香港机房出来后没多久，突然就下很大的雨，好像是因为升级到了8号风球，出租车也打不到了。我们就在一个天桥底下躲了2个多小时的雨，心里想着还好我们完成了部署，没有耽误工作进度。后面经过测试，这套系统也很给力地做到了下单只需要0.0037秒，这个速度在当时的香港市场上也算是非常快的了。这套自研的港股交易系统不仅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也为我们其他系统的研发提供了经验和基础。2012年4月，富途证券在香港注册成立，6月之后，我们获得了香港证监会颁布的1号股票证券交易牌照，并成为香港交易所的参与者，正式开展线上经纪业务。富途在成立之初，我们就坚定持牌、受监管、合法合规的运作方式。其后，集团下的其他公司又陆续获得了2号、4号、5号、9号证券牌照，以及美国 FINRA 颁布的证券经纪牌照，确保富途的业务在阳光下经营，为投资者提供安全可靠的证券交易服务。好的投资体验需要通过好的产品来承载。2013年6月，富途牛牛上线，经过上百个版本的迭代，牛牛已进化成集行情、交易、资讯、社交为一体的一站式投资平台。目前牛牛平台上可交易包括港股、美股、 A 股在内的股票、期权、 ETF、 涡轮牛熊等全球多个交易所的产品。富途牛牛提供的免费实时行情及专业的图表化数据呈现，可以为投资者减少信息盲点及信息不对称，提高决策效率，使投资者做出更及时准确的判断。牛牛圈构建的是一个以用户为中心，连接投资者、企业、分析师、媒体和意见领袖的投资生态。用户可以在牛牛圈中提问并交流想法，企业也可以通过牛牛圈直播互动，直接与投资者无障碍沟通，增强彼此的信息共享和信息透明。我们通过友好美观、简单直接的 UI 界面，将这些功能和服务展现给用户。现在，有超过500万的用户活跃在牛牛平台上，客户满意度高达98%。一直以来，设计作为富途非常核心的一项能力，帮助富途取得了超越行业水准的美誉度，并与用户建立起深度的信任关系。首先，在富途各终端产品体验中，我们通过严谨科学的设计语言系统、设计项目流程，以及金融界独有的 UI 设计方法，
来确保每一处用户体验的简洁流畅，信息的清晰准确。此外，我们还设计了用户喜欢印象深刻的品牌印象，使得富途不仅能够引领互联网金融的视觉潮流，还建立了用户有深度情感联系的品牌文化，并用心打造出具有行业差异化的企业 IP 富途 Family。 卓越的投资体验并非空中楼阁，需要大量优秀的人才及稳定的资金支持。富途凭借自身实力，有幸成为腾讯所投资的几百家生态圈企业当中唯一一家被腾讯 ABC 三轮连续领投的创业企业。在腾讯经纬红杉三轮资金的强力支持下，让我们在产品研发、安全建设方面的投入更加游刃有余，有点足面地完成革新体验。科技是富途的核心能力，六年以来我们坚持自主研发，建立了行情、交易、结算、风控和账户五大全自研闭环架构。今天我们的团队具备一流的敏捷研发能力，富途的平台具有良好的可扩展性、安全性和稳定性。我们深知客户的信任是公司的生存命脉，富途从合规、稳健经营、信息安全、账户安全以及安全管理流程等多方面持续构建可信的金融服务平台。对于投资者来说，行情报价是非常重要的基础工具，就像我们生活中的水和空气一样。然而在之前的港股美股市场，这个基础工具是需要投资者去付费购买的，并且价格还不便宜。富途在2016年率先向投资者提供港股的 Level 2深度报价，随后我们又领先市场，面向全球的投资者提供美股 Level 2深度报价。我们不惜每年投入更多的运营成本，只为了普通投资者也有趁手的行情工具，把握市场动态，尽可能地做出专业的决策。2017年，富途开始提供面向 B 端的一站式 ESOP 管理方案以及 IPO 承销、PR、IR 等企业服务， To B 业务和零售经纪业务得到有效的互补。富途在企业级服务上正式成为以腾讯为代表的几十家企业 ESOP 服务提供商，并以联席部际人、联席牵头经办人等角色活跃在港股新经济公司 IPO 第一线，不仅受到阅文、小米、美团点评、华信资本等新经济公司的认可，更被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所青睐。国际化是富途整体战略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在2018年，富途旗下的富途证券美国在美国正式开业，这是富途跨出国际化的重要一步。随后我们为美国投资者和国际投资者量身定做的交易平台 MUMU 也正式上线。在2019年，富途完成了在美国纳斯达克的上市，无论从法人治理结构还是从公司品牌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也使得美国投资者和国际投资者更多地认识到富途，富途也能够更好地为这些海外投资者提供更多的服务。过去8年，富途始终坚持以技术为驱动，让投资更简单的初心，在产品、技术、设计、业务、牌照、国际化等不同维度持续的打磨与完善，最终建立起了全数字化的券商平台，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优质的投资体验和一站式的金融服务。从零到一，富途不止于此，我们继续勇往直前。
家好，我是刘峰，我是重庆大学毕业的，目前在业务安全岗上工作。富途的安全呢分为两大块，第一块呢就是业务安全，业务安全呢主要负责这个业务策略层面的安全，这里可以学习到数据分析、数据挖掘、安全对抗以及这个后台系统建设等全面的这个知识。第二块呢就是这个运维安全，运维安全呢分为基础安全建设，安全的合规与审计以及安全运营相关的工作，这里可以学习到黑客对抗的一线工作以及这个安全的方法论、安全运营等全面的安全知识。希望对安全感兴趣的同学能够加入我们。就做接入层嘛，就那种就是写代码。印象深刻的是也没啥印象深刻的事。出事故吧。出事故之后就我导师帮我解决掉了。我叫贾威斯，来自于湖北大学，是去年通过校招进入富途的，现任职于数据分析的岗位。团队里面包括领导啊都对我蛮好的，就是给新人一个试错的空间嘛。我是毕业于深圳大学，然后现在在富途这边是在行情组这边，然后我是从事行情服务器开发的，然后我这边主要是做那个行情数据上游的一个接入。来富途这边已经一年多了，然后印象最深的是今年三月份我们那个一起熬夜见证了我们富途上市。主要是负责后台这边的一些研发质量和效率的一些运营系统，如果你想象力丰富的话，你可以做出很多事情出来，可以降低公司的研发成本，还有加快公司的研发能力。我是一名那个程序员，做 Web 前端开发的，能让员工能够愉快地留在公司，在公司待着不是觉得在熬时间熬资历。印象深刻的事的话有很多吧，然后最难忘的还是公司上市的时候，然后大家呢是为了那个美股大行的顺利进行了，就是对大家一起加班到晚上一两点的那种，用单一的代码展示精彩的资讯。我们做的最酷炫的就是能够在全球各地去推广我们的业务。我们经常会面对一些非常专业的领域上的一些需求，你能想象到就是开着六个高清屏，然后在非常酷炫六个非常酷炫的界面里面让人眼花缭乱的一波交易吗？在导师的手下去待了几个月，后面到现在可以独当一面，这一年的经历给了我非常大的成长。iOS 开发团队的岗位是不需要你会 OC 开发经验呀，你是可以自己只要是计算机相关专业毕业都可以加入我们，我们会手把手教会你们。安卓这个团队它的核心骨干大多都是来自于腾讯，并且有着非常好的技术氛围和那个团队文化。在这里你可以得到和 BAT 一样的一个技术成长性。大家好，我是兰兰，我是负责这个富途高校这一块的相关的工作。然后我们这个岗位特别适合一些这种骚动然后比较逗逼的一些小同学过来参加。然后你看我的发型呢和发色和前面的所有的朋友都不一样，因为我们这个岗位就是说会更加的活泼一点，然后不会那么死板。比较感动的事情都比较多，最让我感触深的就是说每次跟同事高效率的配合之后的相视一笑吧。富途是我见过做事最简单纯粹的公司。富途牛牛，你的股票资讯投资专家。